一个关于我最敬爱的人，海神与江大人的故事。在遥远的宇宙深处，神秘的远古海洋之中，天地初开的灵气汇聚于此。在万圣的祝福和膜拜中，神圣渔家诞生了。他让你掌管大海与风的自然之力，让神在温柔善良的你时。Thank you.